私吉井徳江と言います。は？これちょっと食べてみて。自分で作ったね、粒を置いてったんだけど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た。あのもしよろしければこう手伝ってもらえませんか。ざるに入れて。頑張りなさいよ。はい。店長さんじゃないのよ、預けに行ったの。ねえ、もしも。すいません。よかったですね。ああ、みんな出て言ってる。はい、知り合いが言うにはね、その人ライじゃないかって。私たちも日の当たる社会で生きたい。こういう仕事を一度してみたかったの。私たちが肩代わりしてはしゃるよ。あんたまだ残ってんのよ。こちらに非はないつもりで生きていても世間の無理解に押しつぶ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はあります。そうしたことも伝えるべきでした。店長さん、美味しいときは笑うんだよ。探してくよ。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堪称日本当代最杰出导演之一的和濑直美推出温柔暖心的新作《恋恋铜锣烧》。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电影欣赏杂志的主编许明翰，我们分享。明翰好，凯英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铜锣烧是日本庶民文化美食的代表。明翰跟我都是和濑直美导演的铁粉，所以他这次是改编了同名的小说，然后来拍出了他的新作《恋恋铜锣烧》。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电影本事？是。和濑直美其实过去拍片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原创的故事居多，那这次改编一个小说，这个小说的小说家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逗趣说学逗唱，然后很会倾听很多边缘人的心声，然后他就在大概两三年前就认识了一群比较边缘弱势的人，然后他想就利用铜锣烧这个故事来让这些人的那种心意跟那种面向社会的某种勇气的所有的因素都放在这个故事里面。那和濑直美自己他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就决定要把它翻拍成电影，同时里面的故事有很多的桥段跟他过去拍片的方式还有他的一些景色都很有关联，所以我们会可以看到《恋恋铜锣烧》可以算是和濑直美一个相当通俗而且非常创新的一个片子。对，那里面的故事很好玩，就是它原本的日文的片名叫做 暗， 就是 A 发音，然后要尾音嘴巴闭起来这样子的，这个 暗 呢其实它是豆沙的意思。对，那豆沙我们知道铜锣烧很需要内馅的饱满，对，然后好吃才会大家才会那个就是来买单来排队这样子。但是这个故事就开始于就是永濑正敏这个演过 Kano 这个演员呢，他开了一家小店，然后专门就卖这个铜锣烧，可是生意也不见起色，但是因为店太小人手又不足，他还是索性就是用非常低的工资要征召那个他的助手这样子。结果故事就是从此展开，就是有一个阿婆总是早上下午就在门口外面徘徊这样子，然后有点奇怪这样子。但是后来阿婆就跟他毛遂自荐说我会做铜锣烧，然后我就可以来参与这样子，对来打工，即便工资再低都没关系，再低折半都没关系。这样听起来非常恐怖，对不对？就是好像居心不良是要放毒药嘛，还是怎么样？就所以那个整个故事就由此展开。可是后来这个有点保守、有点心灵、有点闭塞的这个永濑正敏呢，就打开了新房，接纳了这个老太太，然后发现这个老太太太会做这个铜锣烧的馅料了，以至于就那个生意就长红，然后非常的那个口碑很好这样子。然后即便是常常来他们店上观光的小高中生们都觉得怎么都改变了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就是从这边方式开启之后呢，我们会慢慢发现其实这老太婆她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同时她之所以那么的努力可以做出那么好的那个馅料食材呢，也是有所原因的。然后我们也通过这个过程看到食物
或者是人际之间的相处的那种误解啊，或不理解，乃至于就如何透过食物或透过那个他们的互动来打开彼此的心房，所以这部片是一个非常疗愈的电影。对，河濑直美真的是当代最值得关注的日本导演之一哦。我们说她是自然主义导演，根本就是精灵系的女王啊。所以明翰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其实跟她从小在森林里面，还有跟她的出生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对。所以明翰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她的生平，还有她的创作风格呢？她其实她的生活挺坎坷的。如果你看《恋人同桌》里面有一个女高中生算是主角，她的爸爸都一直都不在。对。然后其实河濑直美大部分的电影都有这种父不详或母亲相对不照顾她的这种状态。对。以至于就是在延伸看到她的生平，其实我们知道她从小大概两三岁吧，父母就离异了，然后父亲基本上就不再跟他们的往来，母亲偶尔会出现，但基本上也是。还好，所以他整个从小到大的抚养都是由他的，他把他叫他那个婆婆，婆婆她其实是他爷爷的妹妹，然后从小抚养长大，所以他跟婆婆感情非常的要好，然后但是因为是隔代教养的关系，所以他其实对这种生命或对于空间的这种领略都是他自己跟婆婆在一个小小的房间，然后旁边的田园庄园慢慢去感受这个地方。那他主要生活的地方就在奈良。那刚刚主持人凯欣说到说有很多精灵的，这个其实奈良就是一个充满传说的地方。它有很多，它是一个盆地，然后早期的时候唐朝文化下来之后就有很多的宗庙盖在那边，所以有很多的传说啊，很多的神灵的那种庇佑这样子。所以河濑直美从小就跟这个奶奶就是住在一起，然后所以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老朋友，都是老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很多电影都是拍很多老人，然后他跟婆婆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密，所以他拍那些老人是完全没有距离的，然后以至于他在拍《恋人同桌烧》的时候，你看他拍树木西林如此的自然，然后乃至于后面的故事也有很多相关的老人，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的一气呵成哈，所以他的这个生平背景其实是使得他有一双敏锐的心灵，即便他到大学考上摄影系之后，对不对？很多人都在讲什么一些理论，一些大导演或什么的这样子，然后他是直到他当了评审团，因为他后来河濑直美得了很多奖项，在坎城当了评审之后才知道，哦，原来你就是马丁·斯科西斯。以前在课堂上都听过，他都不认识，都不了解。所以他第一部短片就拍了一部片子的片名就很有趣，他说：“我只对我有兴趣的东西关注，我只把我的关注放在我有感兴趣的事物上。”对，所以就。你可以知道他的专心力是很强的。那主持人刚刚说到自然主义，就是因为他会把这些关心放在物件上，或比如像这次《恋人同桌烧》一样，就是放在食物上，然后同时在这个中间又夹杂了很多这种人事地物，尤其是自然风光的这些部分。所以你会感觉到他的整个电影，不管是纪录片或电影也好，都有一种无感的感觉，就是那个吃啊，味觉、嗅觉、视觉、触觉，乃至于甚至第六感都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种非常混合的、非常舒服的一种视觉的语境哈。然后所以我们在看《恋人同桌烧》的时候，也有这种自然主义的味道在里面。那这也就跟他从小到大跟老人相处、跟这些山林相处有一个很强的连结的关系。那么知道奈良其实是一个多山的环境。他过去所有电影基本上常常到最后都会把镜头拉远，然后拉到山上去，森林对他讲是一个依归，然后同时电影就是在那边得到一些解放的时刻。那我们其实看《恋人同桌烧》也有这些小小的因素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导演的不管是从生平也好到他的创作的风格其实都一直一脉相承。而这部《恋人同桌烧》呢，有一个蛮独特的点就在于，这是唯一何来几乎是何来之美近年来，而且常年来唯一几部是不在奈良拍的。对，然后就去了东京的这个偏僻的小镇去拍。那它背后有一些原因，等一下可以再说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细谈。其实，在日本来说，就是国民阿嬷。
大家都是把她认为是国民阿嬷这样子，然后几乎这个婆婆是没有什么亲人的，然后神出鬼没的，然后有一种微小的关注，可能跟何濑直美自己也很像，会看樱花啊，好，春天的时候看樱花泛滥就非常开心。这个树木希林这部片演的就是一个非常有一种孩子般的眼光，看着看待世界。所以刚刚就是明翰说何濑常常是把他的镜头是拉远的，所以几乎是像是第四人称的视角，像是真的是随着山啊随着树是来取景的。那我们刚刚说到说其实他的镜头是非常自然主义风格的嘛，所以他拍片是非常自然的，几乎像是用纪录片的方式在拍剧情片。所以明翰可以帮我们回顾一下他过去的作品，你自己最喜欢的又是哪几部？我因为他大概将近20部片子里面，我大概十来年就像铁粉一样，就是在台湾的不管是金马影展或者是台湾纪录片双年展这一类，就看他的纪录片，然后看他的剧情片。然后我特别印象最深的大概就两部片吧，就是第一个是剧情片，叫做《沙罗双树》。沙罗双树啊，沙罗双树是一个佛经的典故，不过基本上也是在讲一个奈良的故事，一个一对父母，然后他的儿子消失了，然后就遍寻不着，然后同时他的亲人就是他的同辈，就也是在找他，就在这个奈良的城镇寻找，然后同时也跑到山林里面去冒险这样子。然后整个故事就非常的朴实自然，同时呢又带有一种玄秘感，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人怎么突然消失了呢这样子。可是这个故事慢慢推演就发现其实这里面还有他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推演就是这个小女主角呢，因为她自己的爸爸也是不在的，所以就也在寻找这男孩的过程中慢慢寻找她自己的一段身世的历程，然后理解到她爸爸为什么当时不在，然后甚至发现自己脚穿的木屐就是当年她爸爸的木屐，那是妈妈跟她讲的。所以何濑直美很厉害，她是会用一些物件来传递那个无以言状或者是无法用口语传递的那段情感，对，然后同时又用一些神灵的方式去庇护着一些可能已经死去的人，然后来做一个疗愈这样子。所以何濑直美最后那个镜头非常厉害，就是从一个家户这样子拉伸，然后拉到山的另一方这样子。那我们知道那个在何濑直美里面山的意象都非常的强烈，实际上像川端康成这个小说家呢，他也跟何濑直美一样，很小就父母都甚至是双亡这样子。然后他自己就写过一篇小说叫《山之音》，山的声音。山的声音对川端康成来讲是什么呢？其实是死亡的召唤。如果我们在日本电影史里面看到，其中有一部就是游山解考这一类。对，游山解考，谢谢。游山解考这部片子呢，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一种，就是在早期日本人他们的家庭非常贫穷，所以老人到一个年纪就要送到山里面。对，实际上送去不是安享天年，反而是等死的状况。所以山其实一直都有一种，人到最后行将就木的时候进行的一个终点这样子。所以何濑直美的山的意象一直都有死亡的味道，不过不是那种恐怖的，恰巧是有一种解脱，或者有一种生跟死一直都是循环的，然后共同存在的。所以像是在《第二山窗》里面，他上一年的电影就看到，那个有点巫婆味道的母亲，她面对死亡完全的坦然。对，所以何濑直美的电影不管在题材上或者是在她的形式上都非常的真实。像是在看纪录片，可是其他都很多是剧情化的故事。然后很多手摇的镜头，很多微观的看事物的镜头，也有这种宏观的像第四人称像上帝之眼的味道来俯视着大地这样子。所以他的电影都一直都非常的好看。你看还有另外一部你也很喜欢的亲爱婆婆是吗？是这个他的亲爱婆婆或者说亲亲婆婆呢，他基本上是我看过纪录片里面最厉害的其中之一，因为他跟像我刚刚之前讲的，就是说他跟他奶奶非常的要好，跟他婆婆非常要好，所以他就在婆婆晚年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把婆婆的印象留下来，所以她永远都一直拿着摄影机。那婆婆已经非常习惯她这个小孙女，就是总是会拿摄影机，然后她就会去摸婆婆的脸，
然后就会反而捉弄婆婆，让婆婆有点生气又有点好玩，然后就一直非常一个亲昵的状态，然后在他们非常熟悉的小屋里面，然后来来回回的，但是何太之美同时又有点后退一步的去看自己曾经拍摄的这些画面，然后重新又再去摸了那个画面，所以发现就是何太之美对这个影像的那种着迷跟那种热切的爱是可以在他的这个拍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后来他拍了一部叫做《衰老与新生》，就讲他婆婆过世，但是他同时又生了小孩，生了小孩的一段纪录片，然后你就会发现这种生死的交替是如此的自然，然后他也看开了，因为他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印象，婆婆的印象，而乃至于他拍了很多电影里面都跟老人的故事有关，他跟老人都可以打成一片，好，然后住在一个村落，就是一住就是二三十天，然后他也要求他的剧组这样做，所以就，他对这个婆婆以及老人的朋友们的这些，热切的爱哈，其实可以从他纪录片就可以看得到。横山家之味就是四肢愈合这些导演，他们也都会用食物来传递他们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情感。那何太之美完全也不吝。不输这个部分，而且他的那个忧伤的深远程深邃的程度，恐怕还要比这些都还要再深。因为《恋恋铜锣烧》除了维持他一贯浑然天成的镜头语言之外，其实演员这部分也很值得一看，对不对？明翰可以帮我们分析几个主要演员的演技吗？是是是，像那个里面《恋恋铜锣烧》里面的老太婆。就是树木西林，对，我看他名字也觉得很美，就是树木可是不在林子里面的那种感觉，望文生义啦。所以何太之美非常喜欢这个老太婆，然后这个老太婆其实她是一个优雅老太婆，不是像这部片里面有点疯疯癫癫，她什么演技都有。其实最早的时候是那个《东京铁塔》，对那个那个奶奶，然后后来演了《横山家之味》，就是很会做菜的，很会做菜的妈妈，妈妈，然后有点碎碎念这样子，对，然后乃至于像。最近《四肢愈合》的那个片子里面也有这个婆婆的出现。对，那这个婆婆呢，就是其实在日本来说就是国民阿嬷。好，大家都是把她认为是国民阿嬷这样子。然后何太之美找到了她，然后就演一个就是几乎这个婆婆是没有什么亲人的，然后神出鬼没的，然后有一种微小的关注，可能跟何太之美自己也很像，会看樱花啊。春天的时候看樱花泛滥就非常开心，然后看鸟叫他都听得仿佛听得懂鸟在讲什么话这样子，所以这个树木西林这部片演的就是一个非常有一种孩子般的眼光看着看待的世界，然后仿佛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即便他已经七八十岁了，然后这也其实跟他背后的过往有一点关系，乃至于他遇到了这个另外演员，主要是川濑永濑证明呢，他以前演过鬼影剑爪，演过那个非常闷的武士，就是在琢磨绝技要杀死对方，只用一根针这样子。非常厉害，然后乃至于像卡诺就是一个非常严肃严谨然后沉稳的教练，所以他其实这个荧幕形象都一直存在，就放在恋恋铜锣烧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闷不吭声拼命做事，然后就是做铜锣烧，可是就找不到真正的方法的一个甜点师傅这样子，所以他们两个基本上是一拍即合，然后就一起合作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演员就是其中一个女高中生，这女高中生其实我自己来看，我觉得非常像何太之美自己小时候，就是父亲都不在，然后可能养了一只鸟，然后平常就是跟鸟，或者是她平常就是下放学之后就自己去摸索大地的一个小女生，然后她就跟这个永濑正明就非常的要好，然后也看得见这个店的从有点衰颓到荣景，可是又同时后来发生了一些。那个人们的不理解跟误解，使得这个故事就慢慢又开始往下，就是这个店本身又开始慢慢的颓败下去，这个起伏就是小孩子都看在眼里，然后同时他对这两个人都带有很高的关心跟深情，然后电影在
在后半段就发展到一些他们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预料到的相处的方式这样子。嗯嗯，对，其实恋恋铜锣烧样讲的其实不是铜锣烧本身的，对，铜锣烧只能算是他想要传达的意念的一个媒介。明翰可以再多透露一点点吗？当然要透露，对，一定要再给我们多一些的一些暗示。爆料只能爆出说铜锣烧的馅料很好吃，粒粒分明这样子。然后同时，我们如果去看，不管是两岸三地或中，日本会拍一些美食电影，美食电影。那这些美食电影，有的就拍得很细，会把食材的故事告诉你。有的就可能只是做做活动，然后一个 表演的状况。那何太姊妹这部片，它其实非常 深入就里的探讨到物的本质，然后从这个背后看到一个人的用心，那种职人的精神，乃至于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精神去做一个这么专注的事情。那个阿婆说了一句话，说我不喜欢我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做事。嗯，那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敞开，我就要更能够接受到世人的不理解，嗯，然后乃至于勇敢的走出去，嗯，然后他看到这个男生之所以会来帮他，也是觉得他在这个永濑正明的眼神里面看到一样跟他早年一样的忧伤，嗯，所以就来协助他。所以这部片不管是食物很疗愈，其实他在整个故事上也是非常的疗愈。嗯，那明翰刚刚有讲到近年来其实拍了很多的美食电影嘛，可不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其他部片对恋恋铜锣烧的关系呢？近年来还有哪些好看的美食电影可以做呼应的？对，其实就是说食物不只是食物的电影，不是在教导怎么做一个食物，它一定背后有一点故事，但是有的故事可能就会舍本逐末，就忽略了食材本身的美好。那在恋恋铜锣烧其实它就是兼顾的状况。那我们看到它每个食物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件事情其实比方说深夜食堂，嗯，深夜食堂以前是电视剧，后来拍成电影，电影甚至把这个食物的那个疗愈的那个，不是只是下班很累或者是跟情人吵架而已，他把它整个拉到311灾变的状况下，然后每个人为了要躲逃避自己人生的某一个状况而去当义工，或者是因为灾区的灾难而让自己的心灵受到创伤，然后都通过这些过程在深夜食堂里面得到一种化解或疗愈，或者是像海鸥食堂里面有讲到那个世代的纠葛，它的差异，母亲跟女儿的之间的那种局语，都在食物中得到化解。然后像最近可能还有横山家之味，就是四之愈和这些导演，他们也都会用食物来传递他们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情感。对，但是日本在这一点上其实做得非常的细腻。对，那何濑姊妹完全也不输这个部分，而且他的那个忧伤的深邃的程度，恐怕还要比这些都还要再深，因为它是包含身体跟时间的洗涤跟那种锻炼之下产生的一个很深的故事。对，所以最后请明翰帮我们做一下总结，你最推荐恋恋铜锣烧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是何濑姊妹的铁粉，那可能观众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片，看过他过去的片子，可是何濑姊妹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能够用摄影机用非常写实的方式告诉你这个世界不仅只是一个起承转合的世界，它有一种神秘性在影片的之外，不管是神灵的或者是生死契阔的这种胸怀，乃至于就是他在拍片的时候会施加了这些小小的魔法，看围观一些事物，在恋恋铜锣烧里面都看得到。同时就是他非常难能可贵的离开了奈良，去到了东京去拍了一个可能是当代现代文明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故事。今天非常感谢明翰帮我们介绍恋恋铜锣烧，谢谢明翰，谢谢。